Entonces,这样的跳一辈来，一跑就跳一辈来的。嗯。是干啥扫，知道吧？给我扫。这么听话。把那个车扫了。啊？就是几个几个账号不是扫，那老杨他们来了，把他踢下去了。踢到后边啊？前天儿，我骂他，他不接。哎，买匹哈马呢？这匹马被他买走了。呀！我给你弄出来了。毛衣服，毛衣服。小马跳过去了，从那儿。快走开！再说别管这个了，这个到这儿再过道不用管了。这一直在问，有点好吧？好，你看这。干一下，干一下。
这也瞎骂的。行行行，你上上名去。你上了吧，我你非得坐。哦，不坐啊。干嘛了？